送货的地方在这里，这里有吊车。好，我来送货了。对。爸爸，你要什么货要送呢？叮叮。我要送一个这个。好，货来哟，给你一个货。那你要开车回家了吗？我要回去高架桥了。这个是玩具车哎、欸，你的车怎么掉下来了？或者你是火车弄片跳跳，这是什么车啊？吊车啊！这个是火车，冲下去啊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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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，我爸要去，这太白了，我要换一个车厢，我要换一个。这个放这里。哦，这里有火车新干线，火车造型的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呀、车、哇，这里好多种车哦，依依你看这里。爸，你看我。对，好了。爸，你看我自己用用到这里。这里还有这个吊车哎，那你怎么搬车的？我自己搬的，我是用手搬车。耶，这里都可以玩的，那么多个车。前面没有开吗？火车前面没开呢。都翻车了。对呀。